那在这看吗？我那个球飞过来砸到我，真高兴了。那里呀？还没走？新设施了？话费还了没？那不是下班了？那么小妹不回那微信，你不问问他怎么回事？办新事了，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。要不就回家了，回不去了。放心的回，没事啊。看了吧，飞不进来吧，这边没寝室了吧？这个视频你告诉你，要进停车圈，啊，别那么寝室，啊，好了，挂了啊。